咁咧好開心同大家一齊咧，大家都收到呢張紙咧，就寫住親近神嘅禱告啊，即係同神有密切嘅關係。我想問你第一個問題，你中唔中意神創造嘅嘢啊？中意。你最中意食乜嘢啊？咩嘢？咩嘢你最中意食嘅？你諗到乜嘢係最中意食嘅？龍眼係啊，龍眼。仲有咧，其他有啲咩你中意食噶？食雞。你中意食雞，食雞都好有講究噶，係嘛？即係唔同嘅雞係唔同味噶，係咪？你中意食魚，仲有啲咩中意食啊？我食豆腐。你中意食豆腐？食豆腐都唔食。其實神創造好多種好食嘅嘢，係咪啊？係咪好有佢好有呢種嘅能力同埋智慧同埋愛心？大家譬如大家諗到咧，食芒果。咬落係咪有啲少少啊？誒啲人唔中意芒果，有個唔中意芒果，但係其實好多人中意芒果嘅係咪啊？咬落去又香，同埋有種韌韌地嘅感覺㗎係咪？即係唔係嗰啲唔叫少少彈牙係咪叫做乜嘢？即係煙韌啊係咪？係咪有種好每一種生果每一種食物係咪有唔同嘅味道啊？係都係好食㗎係咪？係。同埋你睇到咧，神所創造嘅動物啊。都有愛的喎，即係佢哋會照顧佢嘅仔女嘅，係咪啊？人嘅父母又會照顧仔女，人有感情嘅，呢啲喺邊度嚟噶？咁多種好食嘅食物，同埋人有感情喺邊度嚟噶？神就係神啦，即係神咧，佢會創造嗱，大家我相信大家都要識煮飯啦，你哋係咪？你煮飯，如果你所有嘅材料都係要由神創造嘅材料做出嚟，係咪？但係發覺人所做嘅咧，即係話人有幾叻都好啦，你冇材料煮唔煮到嘢食啊？煮唔到嘢食，一定係神咧創造啲好好食嘅材料俾你先好食嘅。咁所以我第一咧就係咧知道咧，所有美善嘅呢個世界上所有嘅嘢咧，呢個聲音可以大翻啲係，全部都係由神嗰嚟嘅。你無論睇咩嘢，有冇睇過得唔得？係可以。日落啊！是不是日落次次都不同的，即是神會創造呢些顏色，因為呢光的顏色當太陽平西的時候呢，那些光呢又會不同的，會產生很漂亮很漂亮的環境。你有沒有留意蝴蝶啊？有沒有看蝴蝶啊？有。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很多種款類啊，雀仔啊，是不是很多種魚啊，很多種漂亮的款類，是不是？即係呢啲都係神所創造，神咧係好有創意，好有愛喎。因為呢啲做咁多好食嘅嘢係俾我哋食㗎，係咪啊？你食嘢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啊？哎呀，要捱，食嘢又要捱啦，又要食嘢，會唔會咁樣諗啊？唔會喎，你係會好享受啊，係咪啊？就算最簡單，你放鬆啊，你而家放鬆啊，黑埋眼，深呼吸兩下。放鬆了，深呼吸兩下，有沒有覺得舒服的感覺？原來神造我們的身體，只是你放鬆已經會舒服了，這個就是神的奇妙，神的美好。所以呢，為什麼我說那麼多神的好呢？就是讓大家知道呢，親近神，讓神同時呢是大大的跟我們一起。其實神首先親近我們的，而當我們親近祂，一定親近我們。其實所有基督徒都有神的同在，不過是有不同的，是有程度的。有沒有發覺有些人少祈禱覺得好像神比較遠的感覺？多祈禱多親近神，一祈禱就覺得很甜蜜，很平安喜樂，有沒有這種感覺？還有少祈禱的人，神都會提他的，有沒有發覺這件事？神會提他，你要祈禱，你要回到神面前，有沒有這種感覺？这个就是神没有放弃人的，神永远都爱人，即是说就算软弱的基督徒，神都 在你的心里面不断作工。而当你越亲近祂的时候，因为你亲近祂越放低你的罪，越亲近祂，神就能够更大临在你身上，你就跟神有密切的关系。你有没有发觉跟神关系是有程度的？疏远神的时候是远很多，得力是难一点，是不是？当你亲近神，越亲近神，是不是越有力？就發覺原來第一就是神很想我們親近，當我們少親近祂，祂會感動你，祂會吸引你的。而當你親近祂的時候，你是會越來越平安，越來越有力量，越來越開心，越來越有各樣的祝福的。你有沒有發覺這件事？
有冇發覺信耶穌之後，親近耶穌之後有不同嘅福氣有冇啊？有啊，係真實嘅。我自己係時時經歷好多好多神嘅真實嘅祝福，係我非常驚訝神嘅作為。好多人有不同嘅需要，我哋去輔導佢、幫助佢、為佢祈禱啦，佢真係經歷到神嘅祝福嘅。咁所以我今日講到呢個親近神嘅禱告係可以幫助你嘅靈命提升，同神有密切嘅關係。唔好覺得同神嘅關係好難啊，係唔難嘅，係神好想我哋個個都得到嘅。嗱，我倒翻轉頭，我想睇後面先，第五中文數字第五，多親近神嘅後果，就係當我哋多親近神嘅時候，有咩後果呢？我哋一齊讀一讀，好冇？雅各書四章八節，你們親近神，神就必親近你們。嗱，呢度話俾我哋聽，神會唔會係好難揾噶？難唔難啊？唔難揾噶，其實係佢揾我哋先嘅。而當你親近佢，佢一定親近你嘅。第二個經文，詩篇十六篇第八節，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。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好啦，呢度讲到呢，大卫呢，佢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咩意思呢？成日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即係咩意思呀？时常乜嘢呀？亲近佢啦，因为佢喺我右边，我就不至于摇动，即係话唔会受嘢影响，有咩发生都唔受影响啦。跟住有咩後果呢？我的心就歡喜，我的靈就快樂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嗱，呢個講到三方面的祝福，個心點樣啊？歡喜，歡喜個靈快樂。有冇發覺讚美神？當尤其當你投入，有啲人集體投入，有啲人自己喺度洗碗咧，喺度讚美神咧，又好投入過。有冇人係咁樣啊？自己喺度洗碗嘅時候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。覺得好平安舒服嘅，有冇人係咁啊？平日日常生活有嘅，請你舉手。嗱，我希望大家有呢個習慣，我係時時咁做嘅，係真係個心好歡喜快樂嘅，係咪？同埋做一樣添，肉身點樣啊？安然居住，就係個身體會舒服。有好多人就好奇怪，點解親近耶穌會舒服嘅咧？身體會舒服嘅咧？我想問你，身體係邊個做嘅？神做嘅。當神同你一齊，神係咪淨係祝福你嘅心靈啊？唔係喎，祝福埋你嘅身體嘅係咪啊？所以聖經裡面講到咧，當我哋禱告嘅時候咧，為病人禱告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喎。即係神同在可以醫病添喎，可以祝福人嘅身體喎。咁所以咧，當你時時有神同在，你肉身就安然居住啦。喺呢度我冇寫到咧，就係詩篇第八篇第四節，我講俾大家聽得噶啦。佢咧就安然睡覺。即是说呢，当有时时有神的同在，就睡觉睡得好了。大家睡觉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人有问题啊？嗱，我想给个提议大家，怎样睡得好呢？你呢就睡觉之前，你站在那里放松的，好松好松，是一种享受神的祈祷，耶稣爱的爱。一会我都会讲这个恩典的祈祷，耶稣陪着我，同我一起，多谢耶稣。不是计你讲些什么话，是你的心一直想著耶稣爱緊我。一段时间你可以祈几耐就几耐，然后你上床睡呢，睡上床呢就好放松，然后呢每一次呼吸就想著耶稣，好松。一想第二样嘢呢，一想闭翳呢，即刻又想返耶稣，咁你呢就会发觉呢容易睡着。如果你半夜醒咗又睡唔返呢，又起身又企喺度。企喺度有咩好处呢？第一就集中，第二呢，因為很多時候你有沒有發覺睡覺睡不著，腦不斷想事情，還有血不斷在跳下跳下，發發發發這樣跳，有沒有發覺？當你一路激氣啊、猛震，是不是那些腦那些血是不是一路發啊？當你站在那裡，那些血就會降下來，那個人平靜下，然後想著耶穌愛緊我，多謝耶穌，讚美耶穌。可以站得多久多久，然後你上床睡覺，你發覺容易睡回來，你試一下。同埋日日時時都呢種狀態，無論行啊、企啊、坐啊，有啲人咧咩情況咧都有啲緊張啊！快啲快啲食埋，快啲去邊度？快啲快啲而家去邊度啦？咁成日都緊張，其實試下放鬆啊，坐喺度都鬆曬，習慣全身鬆曬，
耶穌照顧我，咁你嘅成個人咧喺神嘅同在咧，就肉身安然居住，你嘅身體都會健康啲嘅，你嘅身體會好健康嘅。其實咧，我仲有兩個月咧就搭車$2嘅啦，我仲有兩個月嘅啫。但係你見我咧，我打波好勁嘅喎，打波好哇！打乒乓球啊、網球啊、羽毛球啊都好勁噶，即係神咧賜俾我呢個能力、聰明智慧同埋咧平穩安靜，好開心噶。呢、這個就係咧神叫我肉身安然居住。你想唔想係咁樣啊？想。成個人都健康喎，真係有神嘅同在，成個人都健康嘅。好啦，跟住咧以賽亞書40:31，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。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等候耶和華嘅必點樣啊？一定點樣啊？重新得力啊！佢哋奔跑嘅時候都唔點樣啊？都唔會困倦，行走唔會疲乏。有冇啲人咧成日都好攰嘅？有啲人咧成日都攰嘅喎。你知道我今日咧，我而家有聚會啦，我下晝見人啦。為不同的人祈禱，我夜晚有聚會，一直到今晚10:00，但是呢周圍的人見不到我在那裡黑眼瞓喎，見到我呢係成日都咁精神，隻眼呢成日都咁亮光喎，就係神呢俾我力量。你想唔想係咁樣啊？有啲人呢成日都哎呀好攰啊，但有等候耶和華嘅必重新得力。你有冇發覺喺神嘅同在，佢人歡喜快樂，成個人都會健康啲㗎。有冇發覺啊？當你一驚一負面的時候，一想埋啲唔好嘢，即刻成個人好似忽然間好似啲血唔到啊！有冇試過咁樣啊？好驚啊！忽然間啲血唔到咁樣喎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原來懼怕同埋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係傷害我哋嘅。但喺神嘅裏面，成日深信神會照顧一切。跟我講一次，神會照顧一切。神會照顧一切。神做事我放心。神做事我放心。我信靠神就可以噶啦。我信靠神。我親近神就可以噶啦。我遵從神就可以噶啦。神就一定祝福我嘅。神就一定祝福我的。信唔信啊？信。我哋信耶穌咧，唔好信一半喎。有啲人係咁話，信一半喎。另外一半咧就成日都靠自己，成日靠自己嘅後果咧就成日都唔開心，係咪啊？信耶穌信幾多啊？信曬，你信曬咧，因為耶穌係全能嘅，係真嘅，係好真嘅，係有好多證據嘅，好多證據證明耶穌係真神。所以咧，唔好俾世界影響，唔好俾自己影響。成日信耶穌就信曬，攞曬耶穌嘅福氣。好多人信耶穌點咧？入咗個寶山，攞一粒仔寶石就滿足啦，一粒仔夠啦。神有好多俾你噶，你嘅生命係咪豐盛啊？越嚟越豐盛添喎，可以越嚟越豐盛喎。我去全世界不同嘅國家嘅，我去不同嘅地方祝福好多人。我唔單止訓練傳道人，平信徒，我係最主要訓練傳道人嘅，建立人嘅靈命，真係好多人靈命更新。我就睇到越跟從神咧，我就越得福，越喜樂，越平安，越健康。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好啦，34:10。少壯獅子還缺食隱餓，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。乜嘢好處都不缺？有啲人話唔係咧，我好多問題㗎，好多麻煩㗎，我屋企人好麻煩㗎。你屋企人麻煩，其實周圍嘅人都好多人好麻煩㗎，係咪啊？佢麻煩，你使唔使日日孭住佢啲煩惱啊？你一轉個身就讚美耶穌就開心，可以㗎喎，得唔得啊？你不用等到他開心你才開心，你等到他開心可能你等很久都等不到，是不是？你等他開心他會不會轉？很難轉，是不是？你不如他不開心是誰的問題？是你還是他？他那我為什麼要背著？是不是他不開心他有困難，雖然我們要幫他，但是幫得來使不使要哎呀好慘啊，哎呀好辛苦啊，幫得人使不使這樣做人啊？這樣做人很慘的，幫人其實我幫很多人的，很多人都很慘的，但我幫的時候我依然平安喜樂。如果我幫的時候，哎呀我幫你幫得很辛苦啊，那些人會怎樣啊？他會覺得哇，你會覺得哇，你這麼努力幫我，因為會覺得什麼你都這麼累的，是不是？但我幫人經常都這麼輕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
係我嘅倚靠。我使唔使擔心啊？唔使擔心，使唔使俾人影響啊？唔使俾人影響，一轉身就平安喜樂，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耶穌。人哋鬧你講句説話，由得佢喺空氣消失。嗰啲行過嗰啲嗰啲震啊，即係轉地嗰啲嘢，你一過一條街你就唔去諗佢噶啦，係嘛？佢嘈幾嘈都你行一條街你就忘記咗噶啦，係咪？啲佢講咩？你啊咩蠢啊？你又衰啊？使乜要不斷諗住啊？唔使，不過好多人成日都諗喎，好中意諗添喎，日日夜夜諗喎，抄翻起嚟諗喎，有冇益處啊？垃圾要點啊？抌唔好要，唔好成日諗埋啲垃圾，成日諗邊個啊？諗耶穌，諗神嘅恩典，咁你咧就尋求耶和華，什麼好處都不缺。就算屋企人唔好，嗱，我想問呢度有冇人屋企人係唔好又勞嘈，但你出嚟可以平安喜樂嘅，有冇咁嘅人啊？即係你屋企人係真係有幾煩嘅，但你又覺得佢煩佢嘅事，我自己有我快樂人生，有幾多個係咁樣嘅？我想問啊，你有幾多個咧？你屋企都幾煩，但你又平安。舉個手。嗱，大家睇到都有人係咁喎，即係做得到嘅係咪啊？佢煩，你使唔使跟住煩啊？唔使跟住煩嘅 ，OK？ 好，但你祝唔祝福佢啊？祝福佢，但你唔使俾佢影響。好啦，馬太六章33節。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點啊？加給你們了，你要唔要啊？要。其實我好多福氣，好多恩典啊！我越聽神話咧，神越俾多恩典我，以致我能夠有呢個能力，有呢個智慧，去到世界不同嘅地方，好多人都好想我去嘅。呢個係恩典，係禮物，我唔誇耀喎，一丟我咧又冇曬嘅咯喎。我唔要誇耀，但我歸榮要俾神，係神俾我，神都可以用你。神可唔可以用你啊？可以。你想想你餘下嘅日子嘅光輝更加強啊！你想唔想你以後嘅日子咧係更大嘅發揮啊？可唔可以呢？可以。耶穌係可以幫你嘅，係咪？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，係咪？好啦，多親近神嘅後果，最第六、第七一齊讀啊！不被人困難、負面話影響，常常活在神的愛中，享受神的愛，帶著力量侍奉神，被神大大喜悅，就係唔俾人、唔俾困難影響，時時喺神嘅愛中享受神，咁樣好唔好啊？好。你享唔享受食嘢？享受。姐姐，我話深呼吸都可以享受㗎，係咪？係。咁我哋應唔應該享受神啊？是可以享受神的，所以我今天講到咧點樣享受神。咁咧就因為個時間關係咧，即係我會有啲地方咧寫咗資料俾你，但我就唔會講曬嘅。咁我咧就我睇時間做人啦，我就講少少神嘅愛先。咁然後我哋就中間有 break 嘅。去翻第一啦，第一就係我哋深信呢樣嘢，就係咧。我哋想享受神，想得到呢個創造天地萬物嘅神嘅祝福。第一要明白佢係充滿愛嘅。聖經有冇話俾我聽神是愛啊？有。不過你係咪日日都喺度話神愛緊我啊？哎呀，我真係蒙福噶，我真係俾神愛緊啊！係咪個個人都係咁噶？唔係咁樣嘅喎。我 PowerPoint 喺度，即係我帶咗嚟個 PowerPoint 喺度啊。唔緊要嘅，一笑置之，冇所謂嘅。有啲嘢冇唔記得咗 ，OK 嘅。我當我哋越認識神，越親近神，你就發覺神嘅美善係好到不得了。嗱，我哋一齊讀第一個經文，雅各書4:5。你們想經常所說的是徒然的嗎？神所賜住在我們裏面的靈是戀愛、自願、嫉妒。好多原因攔咗我哋同神嘅關係，有咩原因呢？第一殺手。懶惰，有冇懶啊？祈禱有冇懶啊？有。其實祈禱係最祝福我哋嘅，千祈唔好覺得咧祈禱，有啲人覺得祈禱係做苦工啊。祈禱係享受嘅，一間我幫大家點樣享受親近神，同埋俾人傷害咗，成日都受傷害，容易受傷的女人啊，日日都受傷，有壓力，哎呀，好大壓力啊，壓力就要揾耶穌係咪啊？壓力就係唔係要我哋活喺壓力之中嘅，同埋思想模式。嗱，呢個人咧諗正言係嘛？呢個人諗乜嘢？負面，成日都諗唔好嘅嘢。有冇啲人係咁啊？得閒咧就數下老公咩唔好啦，老婆咩唔好啦，仔女咩唔好啦。
有冇益處啊？咁樣諗，冇乜益處嘅嚇。同埋咧，屬靈軟弱成日都覺得好軟弱，其實屬靈軟弱就係因為我哋有罪啦，係咪啊？疏遠神咧，變有罪，將我哋同神隔開啦。好啦，咁啊，點樣可以建立心嘅關係？從首先咧就係深信神愛我哋。啱我哋讀咗呢個經文啊，呢個講到咧，聖靈係點樣啊？聖靈係戀愛至於實道喎，哇！即有啲人好唔明白，因為聖靈會戀愛我哋以主實道。嗱，佢意思乜嘢咧？佢好戀愛我哋，好想我哋同佢親近。如果我哋愛睇電視多過愛佢，日日夜夜抱住個電視機，或者日日咧中意做一啲唔合乎神心意嘅嘢，神嘅心就傷心啦，神就唔開心啦。神好想我哋將佢我哋嘅心俾佢，你越將你嘅心俾佢，其實神係咪俾好多嘢我哋？係咪好多好嘢啊？你有冇發過信耶穌嘅時候，神一路感動你，用不同嘅人幫你信耶穌，有冇記翻信耶穌嘅過程係咪好特別啊？其實每個人都好特別嘅，都係神愛你係咪啊？同埋你信耶穌之後有冇好多軟弱啊？神有冇放棄你啊？冇喎，不斷感動你喎。是不是他成日祝福你？當你一親近他又祝福，所以當你知道神那麼好，全世界有沒有人對你好好像神那麼好的？有沒有？沒有，全世界對你最好的，但很多人就厭煩他，哎呀做什麼祈禱祈那麼久啊，祈什麼啊，只是祈禱。有些人就是、求你給點錢我啦，麻煩你醫我啦，哎呀幫我一些困難啦，只是這樣的。如果你的兒子經常來問你，喂俾啲錢我啦，買嘢喂，唔該，喂，我有咩需要快啲幫我啦。如果你仔女揾親你都係咁樣嘅，你歡唔歡你啊？唔歡你。所以我哋要去享受神、親近神、同神做好朋友啊！甚至聖經話咩咧？耶穌係教會嘅乜嘢啊？嘅新咩啊？新郎啊！有冇聽過啊？我哋係基督嘅新婦啊嘛！有冇聽過啊？聽過。新郎同新婦係點噶啊？關係好好噶，一望到個新郎就歡喜噶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我哋第一學培養就係睇到神咁好，個心一諗到神就好歡喜啊！呢個係好緊要嘅。神永恆服侍我哋，詩篇139篇第5節一齊讀啊！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嗱，點何以見得佢喺度環繞我哋咧？好簡單，你祈禱嗰時候，神就話你排行第1000名，你等下先啦。我遲啲嚟服侍你啦，有冇咁樣噶？冇喎，你一親近神，神即刻點啊？即刻嚟祝福你噶啦，係咪啊？即係佢時時喺度。如果用一句説話，即係呢句説話其實就係唔係形容神噶，時時候命啊！中國古代有妹仔係嘛？妹仔係咪時時候命噶？吩咐嚟咁，佢即刻就要嚟噶咯。佢如果唔嚟咁啊，主人就可以打佢噶喎。神是不是我們的妹仔啊？不是，但是他時時服侍我們，他需不需要這樣服侍我們啊？他需不需要啊？不需要。他不需要，他可以親耶穌救了我們，跟著他就上天堂睡覺。 你自己好像為之，你來到就來了，你來不到就算了。神可不可以這樣啊？他可以這樣的，他是不是一定要下來服侍你啊？他是不是一定要逐個逐個服侍你啊？你可不可以要求皇帝，皇帝啊，你來服侍我吧，幫我洗腳吧，行不行？耶穌是跟個個洗腳，那個意思是什麼呢？是個個都服侍，是不是？所以這裡呢，他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在我身上。所以當你每一次讚美神，神來祝福你，你不要只是說哎呀好平安好開心，你是說耶穌真好了，經常用神的角度想。跟我說耶穌真好了，耶穌真好，耶穌又來服侍我，耶穌又來服侍我，所以我又平安喜樂，有耶穌真好了。成日用神的角度看，一有些什麼好的經歷，祈禱有些什麼幫助，即刻說什麼呢？耶穌真好啊！耶穌又幫我了，耶穌又救我了。這個就是成日記住神在不斷服侍我們，祂是不需要服侍你的，但祂不斷服侍你。你的仔女有沒有不斷服侍你啊？沒有。老公有沒有啊？老婆有沒有啊？都沒有啊。你有沒有不斷服侍你老公老婆啊？都沒有啊，是不是？但是為了我們的神是不斷服侍我們，是不是很奇妙啊？所以我希望大家記得這些經文，以賽疏書49:15，
婦人依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，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，即或有忘記的，我卻不忘記你。嗱，呢度講到咧 ，B B 媽咪會唔會忘記 B B 咧？你哋做個媽咪有冇唔記得咗個 B B 喺超級市場啊？喺街市啊，喺唔知邊架車咧，死啦！只先坐幾架車，唔知留咗喺邊架車，會唔會咁樣噶？唔會噶，永遠都唔會嘅。就算有忘記，天父永遠都唔忘記，不斷掛念你嘅，成日諗住你嘅，成日其實咧，如果你留意，神係同人講嘢嘅喎。嗱，點樣講嘢咧？你有冇犯過犯罪嗰陣時，神就會提你噶，你就會有意念，覺得唔舒服嘅喎，係咪啊？你有得罪人，有嬲邊個，佢一路提你嘅，佢不斷喺度睇你心裏做工嘅。然後當你開始聽話，佢就會感動你。嗱，你向呢個人傳福音啦，你幫呢個人啦，你要翻嚟教會啦，有冇咁樣嘅感動啊？裡面呢個係神俾你嘅，係神不斷服侍你嘅。佢成日掛住你，係冇人好似耶穌咁樣日日掛住你嘅，係好到不得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咧成日都咁中意神啦。西番嘅書呢個經文呢度冇嘅，但你可以寫低都得。三章十七節，趴在你中間，必因你歡欣喜樂；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嗱，呢度講到神咧，因為我哋點樣啊？好歡喜快樂嘅嗱，有啲人諗到神係諗到咩啊？好似個法官喺天上，你哋做得好唔好？有冇聽話？有冇唔聽話？有啲人諗神係咁樣諗喎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是很开心的。其实神呢充满智慧，很成熟，但他好像个小朋友那么简单的，他好像小朋友，我们亲近他就很欢喜快乐的了。神就是这样的神来的，我们的神是很简单，他充满爱，他又充满圣洁，他又很单纯，他很想跟人一起，很爱我们的，他什么都有，但他又很喜欢我们的。神是很特別，世界上沒有人像神，所以我經常都喜歡想神的。我見到所有的東西，這裡有誰人喜歡行山啊，看一些景色啊，有多少人喜歡的？啊，有多少人喜歡看魚啊，即是魚缸那些魚呢，有多少人喜歡看啊？有多少人喜歡看雀仔啊？啊，我看了這些我都很喜歡，我都是想到神，我看到什麼人我都想到神的，就是神呢是歡喜快樂，神呢就為我們裝飾這個世界，有花又有會飛的花是什麼呢？會飛的花是什麼？蝴蝶啊，好像飛的花一樣，令到那些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即是神呢創造很漂亮，因為呢它充滿慈愛的。而神的愛是叫我們怎樣？詩篇九十篇十四節，求你使我們早早把握你的慈愛，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。你是不是一世一世歡呼喜樂啊？想是不是神是想我們這樣，神計劃是這樣，但是很多人沒有得到，原因是為什麼呢？因為不是時時去享受神，時時呢很多時候有重擔煩惱，不是想著神。我們記住一件事，你越喜歡神你越得福，跟我講一次，你越喜歡神越得福，越親近神越得福，越遵從神越得福，一生一世歡呼喜樂，越遠離神越痛苦。那你要不要遠離神啊？不要啊，要跟神有密切的關係。將日神的愛有不同的程度，就這樣讀黃色字，第一個是什麼呢？知道，第二相信，第三堅信，第四經歷，第五享受，第六什麼意思呢？有些人只知道有神愛，只是知道沒有，第二相信他真的愛你，第三什麼環境都深信他愛你，第四在親近神和生活經歷神，一祈親到就有平安喜樂，這樣呢就是在生活和親近神，一有生活有什麼幫助即刻感謝神，又享受神。什麼叫享受神呢？當你祈禱有沒有覺得平安舒服啊？平安舒服的時候就享受，你吃東西的時候有沒有享受啊？有時有，有時沒有，有時掛著吃完要去哪裡的，是不是？不記得自己吃了什麼，已經吃完了，是不是？一路吃可以享受，一路祈禱可以享受神，那就很不同了。然後最後就被神的愛激勵去祝福別人， 去侍奉主了。這個就是不同程度進入神的愛。
好啦，呢度我哋跳，我哋就跳去乜嘢咧？呢個恩典嘅祈禱，我哋講一講，我哋做一做以後咧，我就會有休息嘅時間嘅。我哋一齊讀一讀咩叫恩典嘅祈禱，宣告神怎樣愛我們和祝福我們，叫我們深信我們是被神所愛，叫我們對神有信心，叫我們深信神很近，叫我們享受神。一天多次這樣禱告，叫我們整天充滿喜樂和力量。嗱，恩典嘅禱告咩意思咧？嗱，呢個名詞係我自己作嘅嚇，呢一種嘅，其實好多人都有呢種，即係唔係好多人，有啲人有，不過佢冇呢個名，我俾個名。恩典即係神白白俾我哋嘅禮物就係恩典啦，就係宣告神點樣愛我哋、祝福我哋，佢係愛我哋嘅，即係成日話多謝主耶穌，你愛緊我，你喺度祝福緊我，你陪住我，你同我一齊，你加力量俾我，呢個就係恩典嘅禱告啦。咁咧有啲咩好處咧？就叫我哋第二行嗰度，深信我哋係被神所愛嘅，呢個第一，就成日深信，一起身啦，耶穌愛緊我，可唔可以咁講？跟我講一次，耶穌而家愛緊我，耶穌而家同我一齊，耶穌陪伴緊我，耶穌睇重我，一起身就係咁啦，冇事冇干又係咁，俾人鬧完又咁，耶穌愛緊我。有人對我不好不緊要，有人對我不好不會攔阻神的愛，成咁咧。第一叫我哋深信神的愛，第二咧對神有信心啦。你越有親近神，你就發覺越得力嘅喎。咁你就會哇，原來神咁好嘅，我中意神啦。然後跟住咧就會叫我哋深信神好近啦，佢唔係好遠嘅，係好近嘅。耶穌話佢喺邊度叩門啊？喺呢個心嗰度叩門啊！佢就喺呢度叩門噶，好近好近我哋嘅。同埋咧，叫我哋享受神啦！一起身就開心快樂，一起身你想點樣開心快樂啫？一起身就讚美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咁啊！一天多次祈禱就叫我哋整日充滿喜樂同埋力量，成日都會充滿喜樂同力量。嗱，呢啲例子係一啲例子恩典嘅禱告，係一齊讀嚇。神啊，我感謝你在愛我，你在陪伴我們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守在我身上。你在祝福我，你看重我，你在我生命中有奇妙的计划，你很想提升我，你很想大大使用我的生命。在主里面我是被爱的，我在主里面是宝贵的，我可以因神而喜乐。嗱，呢度其实呢张纸度印咗出嚟俾你嘅，呢啲祈祷咧就系成日话俾自己听啊，唔该 set 定个琴，我想用个琴咧带佢哋去。好過用呢個恩典佢，即係個琴可以開到聲嘅，可以 set 定佢有聲嚇。嗱呢一種祈禱咧，其實呢個係一個例子嚟嘅啫，係可以好多方式。聖經裏面好多嘅恩典嘅説話，你都可以咧用嘅。講到神點樣陪伴我哋、愛我哋、睇重我哋，喺我哋生命有奇妙嘅計劃。呢種祈禱點解有力量？因為佢叫你諗到神嘅美善同埋神對你嘅關心。很多人祈禱點樣？好多時會咁啊！神啊，我好慘啊，我又病又痛，快啲嚟幫我啦！嗱，有時你即係我哋有病痛，咁你都會呼求神，但係你淨係話神啊，我好慘啊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哎呀，我好慘啊！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注目喺乜嘢咧？自己嘅慘痛係咪啊？越注目喺慘痛，就越覺得自己痛係咪啊？所以有啲人祈禱咧，我形容佢係自憐嘅祈禱，佢會咁話：啊神啊，我好慘啊！啊神啊神啊，快啲啦快啲！嗱有啲人祈禱係咁啊，係好慘好慘嘅。其實就算好慘都好好困難，我哋都可以話：神而家愛緊我，神知道我嘅恩，我知道我個困難，神定義祝福我。咁呢一樣嘢咧，就會幫我哋轉位喺神嗰度啊，就唔係轉位喺人嘅困難。當你轉位喺神咧，你啲困難就會慢慢消失嘅。你就會不受影響喎，係咪啊？其實很多時啲困難係我哋諗到佢好大嘅啫。一個困難咧，佢好簡單。哎呀，有少少唔舒服，死啦！唔知係咪癌症咧？哎呀，或者係癌症都未定啊！哎呀，咁啊，晚晚都瞓唔到覺。哎呀，死啦！睇醫生又好貴喎。哎呀，冇錢嘅咯。哎呀，點算啊？病有病冇人照顧我啊！哎呀，好慘㗎啦咁啊！喂，一件小嘅事咧，可能變得好大好大。就算有癌症，你都可以話唔緊要，我咪快啲上天堂啦。就算係痛，而家好多醫藥好犀利嘅喎，減痛好好嘅喎，真係唔使咁痛嘅喎。咁你嗱唔緊要啦，喺痛嗰時候我又可以親近神，又可以有平安喜樂嘅。
咁就正面啦。所以同樣有人有癌症，有人咧就慘到不得了，有人就可以平安喜樂嘅，係咪咁做人好啊？就算有疾病都平安喜樂嘅。咁呢個恩典嘅祈禱就幫你，無論俾人鬧過，冇俾人鬧過，順利唔順利都咁平安喜樂，係咪？嗱，而家我會帶領大家咧，我用個琴帶領你咧，一路咧係享受神嘅恩典，宣告神嘅恩典，亦都我會有一啲嘅愛慕神啊、讚美神嘅禱告。咁我想大家咧就企喺度，一陣先企喺度嚇，就放鬆啊，有咁鬆得咁鬆，成個人咧鬆曬，鬆曬咧即係冇曬擔子嘅。一路諗住成耶穌喎，唔好淨係得個享受喎，諗住耶穌喺你前面，你唔使諗佢樣嘅，你諗住耶穌服侍你，耶穌陪伴你，你咧就會覺得平穩安靜嘅。咁你大家留意一下，咁你就知道哇，親近神咁好，咁你就日日多啲咁樣親近神啦。諗住耶穌嘅恩典，愛住耶穌，又相信耶穌愛我哋，就同時會享受，唔係淨係享受，係一種關係嘅，同神有關係，即係愛神，神所愛嘅。係啦係啦，即係最重要係一種關係。就唔係人哋規定你點樣祈禱。係啦，唔係一定要講咩字。係啦，唔使一而家就算重複講都冇所謂嘅，即係譬如有陣時啊，多謝耶穌愛我，啊耶穌你時時愛我，真係好啦，多謝你愛我，即係你重複講都冇乜所謂，因為個著重個心靈啊嘛，唔係著重你，唔係話你要講完呢幾句神先聽你祈禱噶嘛，你個心態到咧，神就會祝福你噶啦。哦，係啊。OK， 好。有冇人有問題添啊？OK， 好，咁我哋咧就繼續講埋落去，然後就係咪一陣間再有咁嘅祈禱嘅係啊？你哋會想係咪？即係問下你哋嗰個心意啊？係咪一陣再一次帶領大家咁樣？即係我再教導一下，然後再帶領大家咁樣親近神，好唔好啊？你哋進唔進入到啊？即係有冇人覺得好似喂點解咁耐㗎？祈咁耐㗎？喂，完美啊？有冇人咁樣諗啊？好啊，係嘛？咁啊好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個係一種親近神。啊，呢個可以攝錄。嗱，點解即係點解呢種祈禱我哋唔會計時間咧？因為親近神係唔計時間，上到天堂有冇計時間？冇嘅，係永遠嘅。但係好多人就覺得好難永遠去祈禱啊！好多人會講一句説話。祈曬喎，乜都祈曬喎，咩病又祈曬，屋企人又祈曬。有啲咩事又祈曬，教會又祈曬，地方又祈曬，冇嘢講嘅喎。咁嗰種祈禱咧，我形容咧好似傳遞電郵俾神啊，神啊，求你幫我乜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路數數數數數，數曬啦，講曬啦，咁好似冇嘢講。嗱，呢一種係祈求，祈禱咪就係祈求噶。詩篇係咪淨係祈求啊？詩篇好多讚美嘅。不是只是祈求的，是讚美愛慕神，也都同時有我們這個恩典的祈禱，就是講出神的恩典，神怎樣愛我。譬如詩篇103篇一個好的例子，是不是詩篇103篇是一篇講 到神 的慈愛幾咁偉大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一種宣告神的恩典，也都叫我們相信神的恩典。所以就不計時間的，是啊、你自己看看你時間幾、啊、能夠、啊、最好的一種心態呢，就不要一種受苦的心態，要祈幾個字啊，哇好難的喎，不要這種心態，然後我就享受神，耶穌真好了，讚美耶穌。在聖詩祈禱的時候，我一路帶領大家的時候，有幾多人覺得平安輕鬆舒服的，請你舉手。有聖詩有幾多人覺得感謝神、啊、你看周圍望一望，看看好多都舉手。當你平安舒服輕鬆，你使唔使話？哎呀，我仲要平安幾耐啊？舒服幾耐啊？使唔使咁難問啊？唔使問噶，係可以一路享受。咁你睇你自己耐性。嗱，我都會咁話噶。當我帶領嗰時候，你話啊，我企唔得咁耐，我坐 OK 噶。不過點解企咧？企集中啲噶。你坐一坐坐下咧，瞓咗覺咗啦。是啦，即係你自己祈禱都係噶。即係你企喺度或者跪喺度，坐喺度咧係容易瞓咗覺嘅。咁啊，唔好瞓喺度。嗱，瞓喺度嗰時可以祈禱，但係唔好淨係瞓喺度祈禱。即係你企喺度祈完，然後你瞓上床，一路瞓喺床度。耶穌，多謝你。就咁諗耶穌得㗎，唔使講喎。耶穌，耶
耶穌，一路放鬆，好快瞓著噶啦。哈利路亞。嗱，好啦，呢度講到恩典嘅祈禱，大家有冇問題關於恩典嘅祈禱？就係、是、講出神各樣恩典。你睇到詩篇或者全本聖經有幾多？你諗到神有幾多恩典？你話啊，神你做啲花真係靚啊！啊，多謝你做得咁靚。神做咁靚為咗邊個啊？為咗我哋啊，係咪啊？因為我哋係呢個整個世界嘅中心，係咪啊？神做所有萬物就係為咗我哋噶嘛。所以我哋見到花咁靚，就係、是、神又每日送花俾你啊，係咪啊？有冇人送花俾你啊？好啊，好少啊，系咪？或者冇，但系神日日送花俾你，周围都系花，咁你日日都宣告神嘅恩典同埋爱。好啦，咁我想讲下咧，就系呢个心灵嘅祈祷。耶稣讲到约翰福音四章23-24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心灵就系整个灵魂。不是只是口，有些人祈禱是口的，耶穌說求你幫我，或者用個腦，只是個頭腦。人是不是只有頭腦？不是的，人整個靈魂是全面性的。那麼怎樣用心靈和誠實？誠實就是一個真誠的心，也可以說是真理又得，或者一個真誠的心來到去敬拜祂的。好了，那麼這個我哋學呢個靈同埋魂啦，咁啊明白魂咧，可以明白有三方面嘅。我哋一齊讀下三方面黃色字嗰度：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嗱，大家都好明白呢個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嘅。思想就係你諗嘢，係咪？好多人都識噶，個人都諗嘢噶啦，係咪啊？諗下今日嚟唔嚟啊？食咩飯啊？係咪會諗啊？意志，我決定做乜？感情，你有冇感情啊？同人有冇感情啊？同屋有冇感情啊？有喎，同你啲物件有冇感情啊？有，都有喎，係咪？如果你有狗，有冇感情啊？有。狗有冇感情啊？有。有喎，係咪？嗱，其實咧，動物都有嘅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咁我哋敬拜首先學習用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嚟到敬拜禱告。咁思想咩意思咧？完全認同聖經所有説話，神係最好嘅。嗱，有啲人係咁喎，成日覺得神咧又唔記得我啦，又冇幫我啦。神咧對人哋好啲啦，即係有啲人嗰啲思想係咁樣嘅。其實大部分嘅基督徒都曾經對神有負面嘅思想嘅。有冇試過對神有負面思想啊？神啊，點解咁樣㗎？點解你快啲嚟幫我啊？點解對個個好啲啊？神你都係唔中意我㗎？有冇呢啲咁嘅意念啊？其實人人都有過咁嘅意念㗎，係咪？其實好多基督徒都會持續有呢種意念，唔係成日有，不過有時又會出現嘅。咁我哋要處理個思想就係、是、我全然睇到神都係好嘅，嗰啲唔好唔係神俾我哋嘅，係我哋人嘅罪係咪啊？人有問題，亞當犯罪就人人都有問題，所以唔係神俾啲苦難你，係因為人有罪所以就有苦難。咁所以咧，思想完全認同聖經所有講嘅説話，神係最好嘅。第二，決意跟從神。我哋在世上嘅日子，我哋唔知有幾長，我哋個個都唔知。你有幾長嘅時間？你剩下嘅時間，你越榮耀神，你嘅生命越得福，神就將嗰樣恩典俾你，並且有永遠嘅賞賜。你想唔想啊？想。所以你就話我決意將我生命俾耶穌，我完全俾耶穌。我見到有人對我唔好，假設呢個代表一個人，我會決定要對佢好。佢對我唔好，我都對佢好，以善勝惡，以善勝惡，唔係以惡勝惡。不是鬥大聲，很多人用方法，即是這種大話，以惡鬥惡，夠大聲，以為大聲就厲害一點，有些人是不是有這種感覺？其實不用的，他很大聲罵你，你不用當他一回事，你好像沒有事發生一樣，一樣這樣平靜，我聽到你說，多謝，即不用在意的，不用計給他影響，我決意跟從神，然後呢從神建立強烈的感情，這件事很多人都想都想不到，怎樣從神建立感情，又見不到他怎樣建立感情呢？雖然神是見不到，但是可以經歷到，是吧？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，你就說神這樣祝福我，神創造萬物，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都是這麼好的，所以我就很喜歡神。你有沒有喜歡神啊？其實喜歡神就已經是一種祈禱的，你經常想著神啊，你真是好了啊，神你真是好好，你真是很多好東西，你咁樣中意神已經是一種祈禱嚟嘅，個心喜悅神啦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是要建立，建立咧，當你
能夠用到感情嚟到愛神咧，已經係好近用你嘅靈愛神啦。用嘅靈咧，靈係好難形容嘅。咁但係咧喺詩篇103篇第一節一齊讀啊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稱頌耶和華，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。凡在我裏面的就係我嘅靈魂，成個靈魂喺我裏面都稱頌耶和華。嗱，我示範俾大家睇下，即係呢個唔能夠示範到，不過即係試下表達。在我裏面的多謝天父啊，哈利路亞，即係成個裏面讚美神啊，唔係淨係多謝耶穌讚美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咁咧就係用口讚美，係成個靈魂、成個思想、成個意志、成個感情，同埋成個人嘅裏面、成個靈魂啊，耶穌你真好啊，感謝耶穌你真好啊。嗱，我喺個祈禱嗰時咧，我係學習成個人鬆曬。冇曬煩惱，哦，耶穌真好啊，係好享受啊，哦，耶穌你真好啊，感謝耶穌，個心就好鬆，成個靈去親近神，整個人就會成日活在神嘅平安同埋喜樂同埋愛。我表大家知，我隨時一祈禱即刻有喜樂五流嘅，即刻有靈五流，係隨時隨地都有嘅。咁我一間聚會完咗之後。大家可以隨意回家啦，但有些人喜歡留下都可以跟我一起為大家祝福祈禱，真的很多人就會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，即時就平安的，剛才有兩位姊妹我為她祈禱立刻覺得平安輕鬆，是神的同在，是祝福你和你祝福你周圍的人，你就會帶很多人信耶穌，你想帶多些人信耶穌嗎？我為很多人祈禱，她立刻經歷到平安喜樂輕鬆，我就說耶穌將平安賜給你，耶穌咁樣將平安，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，我話好啊，咁啊帶佢信耶穌噶啦，就係我帶過好多人信耶穌，就係呢個方法。好啦，愛慕神同埋敬拜神嘅禱告嚟，你先講到恩典嘅禱告，呢個就愛慕同埋敬拜嘅禱告，一齊讀下對神回應嘅禱告，包括感謝神、讚美神、敬拜神、喜悅神、愛慕神等等。喜悅神、中意神，一路做親咩都喜悅神，讚美神嘅時候一路喜悅。譬如唱的時候不要只唱哈利路亞哈利路亞，是怎樣呢？哈利路亞，耶穌你真好啦，巴父你真好啦，哈利路亞，最好帶著笑容讚美神愛神，很開心的，一想到神就歡喜了。這裡有一些例子我們一起讀下。神啊，我感激你這樣愛我，我感謝你這樣祝福我，我因你的慈愛而讚美你，你是美善的，你是極榮美的，我不配你的大恩，但你不斷施恩給我，我喜悅你，我渴慕你，我想與你有親密的關係，我需要你，我緊靠著你，有你我才有生命，你是我的生命。即其實呢講咩都得嘅，即總之對神嘅表達愛啊、感謝啊、讚美啊、喜悅啊，呢個咧就係愛慕神嘅祈禱。嗱，首先講咗一個咧就係恩典祈禱，恩典咧就從上而下，係咪啊？即係神俾你嘅好嘢，咁你就講出啲神嘅好嘢，神愛我，神陪伴我，神祝福我。然後咧就你嘅回應啦，我感謝神，我讚美神，我愛神。嗱，有呢種兩種分別啦。首先神俾你，嗱點解有呢兩種分別咧？好重要。嗱，尤其當一個人，當一個人好辛苦。好被人鬧完好傷心的時候呢，他讚美神呢是難一點的，在那個時候你可以怎樣呢？你就說耶穌現在都愛著我，他知道我痛苦的，他知道我困難，他陪著我的，他同我一起的，那你就宣告神的恩典是容易一點的，並且告訴自己，雖然有時我們的頭腦告訴自己神不是同我一起，我們就告訴自己，告訴自己的頭腦神是愛著我，神陪伴我，即係改變我哋嘅思想，改變我哋嘅心態，然後我哋愛慕神、讚美神咧，就回應神啦，即係一個交流啊，宣告神嘅恩典。呢個恩典嘅祈禱係令到好多人更加開心快樂。大家留唔留意呢種兩種分別啊？一個係講到神點樣對我哋好，然後跟住我哋點樣回應神。咁你當呢兩種祈禱，你明白呢兩種就係一種同神關係建立心關嘅祈禱。嗱，當然有好多其他祈禱啊，代禱啦。有等候神的祈禱啦，等候神，但等候神的祈禱不是個個人做到的，有些人很容易睡了覺，你可以聽音樂，一路聽著敬拜詩歌，一路想著神，神有時就會給你一些感動，你就可以，即你可以想那些意念，但你容許神在你心裡面做工，或者有時你想到
諗到一個人，你個心就好唔開心。咁你咧就其實呢個有時咧就係神去撩，即係容許你嗰啲事情出現。跟住你點做呢？你就用神求神幫你處理啦。神啊，其實呢個人傷害我，其實佢都係受好多傷害。其實傷害我哋嘅人都受好多傷害喎。我哋就體恤佢，就憐恤佢，就祝福佢，饒恕佢，就幫你處理生命。喺等候神嘅時候，好多時你諗起個人，神就幫你處理生命。有時諗起一啲困難，神就幫你處理，讓你知道你唔係困難，神係俾你生命有奇妙計劃，即係讓你嘅處理個內心啊。等候神，第一就做一樣嘢，就處理你個內心，將你裡面所有垃圾清理，讓你全然覺得神係最好嘅。哈利路亞！但呢個唔係個個人做得到嘅，咁你做唔到咧，你就做呢個恩典，一齊講恩典嘅禱告。恩典嘅禱告。敬拜讚美嘅禱告。敬拜讚美嘅禱告。代禱。代禱。呢三種嘅祈禱咧，係我哋可以做嘅。咁咧就即其實有其他禱告，咁咪等候神嘅祈禱啦。OK。好啦，嗱呢度我哋唔睇啦。咁我哋而家時間關係，因為仲有三個字左右，咁我哋就。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的？如果不是呢，我們就有一個時間就是親近神。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一方面你親近神，一方面你留意我怎麼做，第二天你做回，其實基本上是怎樣呢？做回個小孩子，就好像小孩子去到爸爸那裡很簡單，好像有小朋友，爸爸你真的好，真的很簡單的，很享受，很自由，不要我哋幾多樣，我哋可以成熟，但係唔好變成為老成啊！淨係老成啊，即係咧，淨係老積，唔好做老積嘅人，係做一個小朋友。神係好，即係佢係好成熟，但係好童真。神係好童真嘅，我哋能夠回復童真啊！你個人就輕鬆噶咯，想唔想啊？想。喺天堂都係咁噶喎。好像小朋友一樣的心態，你如果當中有領敬拜的，你領敬拜的時候都可以用這些方法的，譬如你一路唱一路唱讚美詩歌的時候，哈利路亞，我們一起讚美我們的主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去帶領大家去讚美耶穌，耶穌真好啊，然後呢先唱，即是講出一些神的恩典，還有可以鼓勵人，我們現在一起投入愛慕神啦，即是一些鼓勵其他人，我們一起投入，打開個心啊，打開個心渴慕神啊，也都可以宣告耶穌在愛緊我們，陪伴我們，這些是領敬拜時可以做的。一個呢就是提大家，我們一起投入愛神啊，我們一起專心愛神啊，也都可以說耶穌現在跟我們一起，神跟我們一起聖定定義祝福我們，然後呢就用這種將這些的祈禱放在你的敬拜裡面，在敬拜時可以說主耶穌真好啊！你在度愛緊我哋，呢個係乜嘢啊？耶穌真好啊！你喺度愛緊我哋，呢個係恩典祈禱，呢個係敬拜祈禱啊！耶穌真好啊！你愛緊我哋，係恩典由上至下啊嘛，係咪啊？主啊，我多謝你係咩啊？回應係啦，回應神啊！神啊，時時陪伴我哋嘅係咩祈禱啊？恩典恩典嘅祈禱，神咧睇重我哋每一個嘅，係啦，即係神做嗰啲就係恩典。我哋回應嗰啲咧就係回應，就係敬拜讚美嘅禱告。代禱咧就為別人或者為自己、為社區、為國家嚟到禱告，呢個就係代禱。分唔分辨到啊？嗱，再試講一次嚇。神時時同我哋一齊嘅係咩祈禱啊？恩典嘅祈禱。多謝耶穌，我愛耶穌，耶穌愛我。好叻啊！好叻啊！感謝耶穌。咁你就記得咯，簡唔簡單啊？多啲講神嘅恩典，聖經都係講到成日，詩篇好多都係講到神嘅恩典，然後我哋都回應神，呢個就係同。